阿里巴巴9988啊，咁啊之前咧曾經大家都會睇淡啦，我亦都曾經睇淡過嘅。但係自從咧馬雲而家出翻嚟之後，咁啊去埋西班牙啦，咁大家咧就唔好睇小馬雲可以出國呢件事。咁因為之前就傳過禁足令啦，即係佢人影都唔見埋添。咁但係而家咧中央可以俾佢咁樣出國嘅話咧，咁即係話其實私底下咧佢哋應該已經傾好曬所有嘢噶啦。咁當呢啲嘢傾好曬之後，咁亦都已經開始鬆咗綁啦。我哋都近期見唔到話對呢啲嘅 ATMXJ 啊有啲咩好大嘅打壓喺度。咁所以咧預計嚟緊喺啲低位度咧，有機會可以慢慢上翻去噶。咁譬如阿里巴巴啦，第一步我覺得有機會上翻180蚊啊，或者200蚊呢啲位都有機會見得翻嘅。